大家好，我是小张哥，欢迎大家来到我频道。在前一段时间呢，我给大家讲过一期视频教程，大家可以进入我的 YouTube 频道进去可以观看。就是在 iOS 的操作系统平台下呢，我们可以通过雷霆加速器这款科学上网 APP 来进去科学上网。那么在 iOS 的操作平台下呢，我们之前安装雷霆加速器是通过分享更多的好友来进去获取更长的免费使用额度。在今天呢，我们通过在安卓的操作系统下就不需要这么费劲了，然后我们直接就是安装一个雷霆加速器的破解版，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免费长期使用，而且呢是不需要邀请更多的好友，我们就可以进去使用，直接一键安装就可以。 OK， 然后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把这款 APP 我们安装上，我们大家可以体验一下。首先呢，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手机终端，然后我现在已经把雷霆加速器安卓破解版的这个安装包已经上传到我的手机终端了，然后大家也可以按照我的这种方式，通过在我的视频下方，然后把这款安装包下载下来，然后呢在电脑上直接把通过 QQ 然后传到我们的手机终端就 OK。 然后我们现在直接点击安装，然后这种的安装方式呢是非常简单的，也不需要直接连入数据线，通过我们的电脑进去安装。好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然后我们现在打开应用，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之前在 iOS 的操作系统平台下呢，它是需要我们进去免费邀请更多的好友，然后这块才有金币，而且我们只能领取免费的一两天的这个使用时间，否则的话说我们必须得邀请更多的好友才能获取免费的额度。我们现在直接上来之后呢就是永久免费，然后呢下面直接就是全局加速，还有一个我们可以选择更多的节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节点是相当相当多的。然后呢具体的这个节点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地理位置情况然后酌情去选择。然后当然就是在中国地区呢可能选择是香港的节点的小伙伴是最多的，然后而且呢我估计选择香港节点的小伙伴呢那就是肯定会感觉有点慢。其实有时候呢我们选择其他区域的一些节点呢其实也未必特别慢，比方说像韩国或者是俄罗斯等等一些区域的国家，为了就是减缓这个线路的拥堵。好了，然后我们直接在这儿呢我直接选择智能加速 OK， 然后我直接点击连接，我直接始终允许 OK。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现在已经连接上这款 VPN 了，然后我们直接看一下左上角已经出现了 VPN 的 logo。然后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浏览器，然后我们上一下谷歌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大家可以看到上谷歌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下载一个 YouTube app， 然后我们进去尝试测试一下。好，打开我们的 Google Play， 直接在这下载 YouTube OK，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安装。至于这个 Google Play 如何进行去安装呢，然后我之前也介绍过两期的视频教程了，大家可以往前翻一下我之前的视频教程，然后就可以知道我们之前是如何在安卓的操作系统下进行去安装 Google Play 的。所以我现在呢在这期的教程当中就不再进行去始终重复我之前安装的一些教程内容了。好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我们的 YouTube 已经安装完成了。
安装完成之后呢，然后我们直接进去打开我们的 YouTube。我们直接在搜索 4K， 在手机终端呢，然后 YouTube 只能播放最高清的画质，就是 1080p 的最高清版，也就是 1080p60 的。我们直接随意选择一个高清的视频，然后我播放看一下。然后我呢，我现在把手机横过来，OK，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现在播放的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然后我们选择个 1080p60 的，也就是最高清的一个画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现在一个加载速度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直接快进。好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一个清晰度画质，然后已经算是非常高清了。对于我们免费用户来说呢，是完全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像小张哥，仅仅只是使用 YouTube 啊，或者是谷歌查一些资料，做一些这种教程的隐私分享，我感觉是完全是够用了。而且呢，就是安卓的这个解锁版本呢，我用过一段时间是掉线的频率呢是非常少的，除非或者是有些特殊时刻，比方说像晚上或者是一些这种网络高峰期，它的一个掉线机制，我们掉线了之后呢，我们重新再连接一下也是非常稳定的，基本上掉线的频率是很少。然后我们再换一个别的视频，我们再看一下。OK， 然后我们直接换。OK， 然后我们直接换这个东京的夜景。然后我现在手机横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一个加载速度呢是非常快的。然后我现在直接选择，然后我现在选择最高清的一个画质，然后我们快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一个加载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可以拖拽。好了，关于这个安卓版的这个雷霆加速器解锁版呢，我今天就介绍这么多。如果小伙伴比较喜欢小张哥的视频教程的话说，也欢迎小伙伴进去关注小张哥。那么小张哥呢，在后期有更新的教程内容呢，也会在第一时间推送给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说，也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下方进去给我留言，加入或者是加入我的电报群，仅是随时艾特我，只要我在第一时间看到的话说，也会在及时回复大家。那么好了，然后我们今天就介绍在这里，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